好，欢迎继续收听今日嘅新闻讲述 TBO 西部篇，继续有埋二啦。好，呢一场就冇东车嘅，得我单场。朝头早翻工前走过嚟松一松，叫我支笔啫。其实呢段可以讲咧系输嘅，咁打一场嚟啫，唔系打不特别嘅，系睇住咩先。我或者可能大家都會立心到噶嘛，其實一個炸彈嚟，放炸彈機會係100%成嘅，係咪？最近應該跌到90%。係啦，今次又例外嘅，話今次上上嚟咧，就示範一下點樣教大家怎樣打飛機，怎樣放炸彈。前期就唔使睇嘅，前期行波下陣，而家打得好樣衰。睇咩用咯？今场赢最大问题，因为我哋呢度咧几乎冇炮嘅，好似得步，跟住其他都唔系近战嘅平均，咁就俾人长射打嘅，炮火唔够，即系对面又系黑我哋嘅，冇计啦。重点都系后面放炸弹啦。咁我讲啦。放炸弹你唔会咁快放，除非你系哆啦 A 梦啦，咁唔系哆啦 A 梦啊嘛。就算你架机飞得快，都冇理由放炸弹噶。跟住先，梗系一直打人先啦。放炸弹系临尾大概两分钟左右，睇情况放就放，放就算噶嘛。系啦，睇下做呢个先。敵に確保されました。現在の現在で何か。一度交代してください。じゃあ冲过来。没起劲啊！还是冲过来。再给你一枪，再打回来。好快吧？都算啦，不过今次系比试下点样放炸弹。再出撃の場所と方法を選択してください。正常就自然打住先啦，即系放炸弹唔急嘅，都系落放炸弹不是必要。出撃，お願いします。杀人最紧要噶啦，虽然话当然啦，改玩之后嘅一个好处嘅，即系炸机器咧，你攞嚟分咧就同人哋全机体出击嘅 cost 中，即系见到噶，你见对面联邦有1450 即系你机体啲 cost 高过你啦。基地嘅分咗多嚟啦，好点边？我哋算好咧，我哋讲落去啦。咁我哋呢边有1350 俾人哋得100嘅。好啦，哎呀，唔好意思，点解你一好快啊？我打波，好霸啦！我先打。依家有办法，八得先啦。之后我都会死嘅，有个前锋，有野斋，有个机姐都可以俾人打死。再出击，你惊火一秒俾人打爆，你打先出嚟得噶啦。出击，お願いします。一样慢咗未啦？即系咁嗱。因为冇一部机啦，咁就出去放炸弹啦，可以精华啦。你能真系揸 MS 过喺嗰边啦，咁啊冇啊嘛，咁咪揸飞机啦。知唔理人，但系我唔识点揸飞机嘅。我见啲人可以揸喷石波射，我唔识啦，唔理啦，睇下先啦。冲啦，冲，冲，撞墙，好难嘅嘢，冲入去啊！喐啦，反正佢最后就无重打喺入边。哎呀，中継地点を敵に確保されました。啊，嘥时间呢个嘥咗时间，系都入到去，系都入到去，冲啊冲啊，上啦上啦，顶，自己先入到去，唉，好难揸飞机，即系话咧，唔系应该教人点样打飞机，教人点样揸飞机，冲啊冲冲冲啊冲，超难用，
有个时间问题的，因为斜斜上到呢一正面啦。予想以上の敵の抵抗により、我が軍は現在劣勢です。其实我已经反咗噶啦，已经嗱，其实唔好理啦。撃破されました。自己死咗，又冇机转身，追我啦，唔使惊，紧急脱离，咁我真系死落嚟啦，快啲快啲，搵你搵你。嗱，好正常情况嘅，当你去放炸弹。被人哋追住你，你又点做咧？死埋，你就好多建筑物嘅，啲好多破坏噶嘛，任佢点开炮都打你唔死嘅。睇住雷达，做掩护啦。佢喺东，你又企西，佢行得西嚟去东，慢慢偷窥我哋。其实咧都有个好处，因为你喺度拖咗部机喺度，变相出面咧就少一部机。其实而家翻到咁差唔系好远嘅啫。可以拖住一部机呢，你出面呢就少一个人，咁出面就着数都叫做情况无所谓嘅。嗱，小心，因为你雷达唔见佢啦，唔知有咗鬼啦。望望得出嚟，望望踎低咗，条友可能佢踎低想瞄你，亦都可能踎低出面个人。哇，系 sniper， 喂，仲好出面少个 sniper。嗱，对面有疑惑嘅，嗱，可以行啦，我哋贴住圈行。其实不是一失败呢段嘅，一把出嚟咧就表明咗我呢个油麻放炸弹捻油嘅行动方式啦。咁又学咗唔好意思啦，好，我哋停止啦，打唔到我噶，对方用晒子弹都打唔到我。喂，望望，冇人啦，确定输啊，放炸弹。友军机が撃破されました。啊，你好啊。好啦，快炸弹，唔好就咁走啊！要时候噶嘛，仲要有刺有装，送法送到真系炸佢屁股都炸得烂晒。匿埋继续，因为我哋唔排除有啲人咧系直接喺基地服务跑过嚟拆炸弹嘅，最好就尽量临喺度临尾10-21分钟啦。我试过跳20-20秒走，都俾人拆到，所以而家keep住10。12秒左右先走嘅，所以12秒走即系出到嚟啦，零点啦，冇晒啦。即系插十分钟，十秒噶嘛，仲要走我插咗个分章啫，咁咗分章吹唔涨啦。嗱，赢翻嚟啦，当然系快跑啦，咁啊冇乜事啦，嗱，冇话啦，又飞出嚟啦，冲啊冲，唔好行快住。等佢真系拆炸弹安全啦，佢唔拆炸弹佢会喐嚟喐去射你噶嘛，即系拆炸弹佢跟你戆居企喺度咯，完美爆破，临尾杀佢啦，几好咧。咁当然就有佢啦，当你发觉时间得嗰一分钟都冇，就唔好放炸弹啦，俾人 blacklist 话你戆居仔，系咪先？放炸弹而好高嘅，啊唔系。拆炸弹，跟住就咁样嘅个，因为敌在暗，你在明，我就偷鸡摸噶放炸弹嘅难啫。问题我要方便啲入去拆炸弹，俾人打死我点算咧？所以我唔识拆炸弹嘅，示范点样装炸弹算啦。好，情况如此，多谢各位。